学会了这招不出门，原来自己在家也可以做西米露，真的是超好吃的。水开下西米，煮20分钟，中间有白点不要着急，关火再焖20分钟，完全透明后捞出，然后再过2遍凉水，控干水分后再加上别人爱吃的水果，再放上隔壁超市老板娘送的椰奶，朝着太阳的方向搅拌均匀，真的是太好吃了。